小思汽车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，耶！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 Z3。会社肉いぬい。上州夢天堂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。有没有？配不配？我有带球棒呢。不行，有新车一定要先开场一下。你看我买别台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兴奋？没有啊，买 BMW 的时候也没有。没有啊。啊，很青菜，对不对？去要签一签，哦，签车了，哦，掉家了耶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每天都想睡在上面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搞不好之后修一修有没有就放弃它了？会不会？自从上一次跟馆长跨海直播以后，好、哦，今天终于有机会这个面对面见到馆长，所以哎、欸，你看。翘高一点，翘高一点。Notorious， 里面也是啊，要不要看？不是啊，是剑啊，这也是，好不好？今天就穿全副馆长的装备去找馆长，管我怎么操，好不好？走，出发，去林口，走。我抱着一箱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下面是烤鸡，烤鸡，不是炸鸡。啊，你不是要去健身的？我跟你讲。上次馆长直播有说他想开炸鸡店，然后他说全台湾他没看过有全鸡下去炸的，我买的就是全鸡，我要去让他知道说真的有全鸡，真的是有全鸡的。有下面有人说台湾有，他也不信，他说他没看过。好，我现在要让他亲眼眼见为凭。然后上面是我们的帽子跟衣服，他寄了很多衣服给我，所以我们要回礼一下，回礼一下。对，好，走。哎，到了。我怎么觉得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门比较宽，没想到来现场发现好像没那么宽。好，我们直接下去好不好？走。哇，都巨巨耶，而且里面好大。对啊，哦，器材都好漂亮哦，好想用一下。比起我那个烂东西，你那个还露天的。对啊。哎，我已经累了，我已经喘了，还没开始。我还没准备好，我在剪纸席当中，来看看这个台湾自霸练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会不会被超死？会不会你等下没办法开车？我有点担心。来就有点，就有所以练了很久，然后刚好在跑减脂，所以减脂很多都是腿部的运动，跑步啊、骑飞轮、蹲啊、硬举啊，所以脚步最近这两个礼拜用的比较凶。那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运动要适量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来操一下小思，然后今天我跟他练，然后我们今天去练，主要是因为我们拉林口馆，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器材的训练。一般都练自由的嘛，然后我很少练器材。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那个器材。就是那个器材的训练 ，Go。你等下拉的时候，就是尽量身体不要向后倾。好，就是 hold 住，微微向后倾，不要用腰的力量去带，然后不要刻意的向后滑。对，为了要下来，不要手肘向后带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做到肩胛。Go。哦，呀，可以微微一点点。不要很刻意，微微一点点，来，往后一点点，下来的时候，这样也可以的，很好，有料，不用，你太多了，够来，够不起手肘啊，够起就是谁要不要去啊？哦，我用错误的方式练了很久了。你要往后带的话，干脆做直平行拉会好一点，水平拉会好一点，你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停了，好，好，不勉强，不勉强，那再来再加，我已经觉得有点重了，没力了，好，来，来 ，come on。Come on, one more. 好的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爽了吗？有，爽了吗？老师，这多久没训练？这一个月都是跑减脂，感觉瘦蛮多的。有瘦了5公斤吧？还是只有我？谢谢。尽量靠着垫子啦。好，不要这样啦，自然而然把重心放在垫子上，放在垫子上，然后腰挺住。好了，准哈 ，easy easy。美丽，用到好的健身器材其实蛮愉快的，有些会怎么瞧都 KK 的。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动作不标准还是怎样？就我觉得器材也差蛮多的。对，这种意大利的工艺是很漂亮，看车缝线跟这个皮。那跟跑车的比吗？跟跑车的比哦，这个比较类似玛莎拉蒂或是法拉利的那种皮革。
你如果是那个保时捷的，还没有那么顶。有，你看这个烤漆的做工，然后它整个机械结构，这个跟车子很像，它做起来像一个艺术品，它不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机器，就是你放在一个地方也会觉得它很漂亮。这个是地拉贝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。会社肉乾。上手夢天堂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。来哦！我上次看日本的综艺节目，他们在路上街访路人，看到他们手机搜寻的关键字是什么，非常好笑。有搜寻什么涟漪怎么成功啊？哦，变性的方法啊，刮胸毛怎么样才不会刮到奶头啊之类的啊？对，还有一个克麦隆在哪里？克麦隆莫名其妙，我哪知？我只知道说他可以一夫多妻制而已。要不要处理一下？你敢不敢现在手机拿出来给粉丝看一下？你平常在 Google 什么啦？我不敢，不要啦，那公开处刑。废话，不处刑你处刑谁？反正平常都在处了，有差吗？你有差这一次吗？那你敢不敢？废话，我当然敢啊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对不对？因为我用 VPN、来哦，抱歉哦，这又是不能快转也不能按掉的广告时间，好不好？ Surfshark 是一个私人的虚拟网络服务，非常适合全台湾人使用的 VPN， 好不好？ VPN 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，你的密码、你的位置都不会被骇客偷走，而且让你能更安全的使用网络哦，还可以跨区收看有锁区域的影片，例如什么网飞、HBO 这些串流影片，就是别的区域有台湾没有的影片，你可以跨区去看、好不好？现在不用说迪士尼 Plus， 因为台湾已经有了嘛，但是你收看运动赛事啊、F1 啊、MotoGP 之类的网速会更快，此处画面置入提供的素材。这次要特别强调的是 Surfshark One 的全新加购功能，没听过了吧？没有。包括 Surfshark 通知，这个如果有个人数据外泄啊，有人尝试登录你的账号 ，FB、IG、Email 之类 ，Surfshark Alert 会及时的马上通知你，屌了吧？对不对？你女朋友想登录你的账号，对不对？像刚刚搜寻那些关键字，只要你用他们家的 search， 你就不会。有时候你在网络上你搜寻什么，下一秒 FB、Google 就推荐给你那个广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那很可怕，手一滑就买下去，对不对？一不小心看久看久洗脑洗久啊，买了啦，好不好？反正好处非常。多竹凡不及被宰，超级有够棒的。好，对了，现在申办 Surfshark VPN 使用频道折扣码 SSCAR， 或者是直接输入下方的网址，在这里就可以获得什么打折立省83%的优惠，以外还加送，你如果订阅两年的话，还会另外免费加送3个月，那么久，限时优惠错过就没有了啦，超级划算的，忙处理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赶快去办 VPN 了啦 ，Surfshark 啦，详情在下方资讯栏自己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资讯栏哦，很厉害哦，这次突然就配下去了，来恭喜，来，耶，贪财贪财。好不好？新年快乐哈！这个6个月的第3次，好不好？还有3次，好不好？虽然才1000，好不好？6次就大金了啦！哦，大金，行啊！力宏一级棒，力宏一级棒，卖卵上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了，看家呀！耶，练完了，我手还在抖，脚也还在抖。今天欢迎我们的馆长，好，终于有机会跟馆长面对面，以前都只能在荧幕上面看到馆长跟他互动，现在终于见到本尊了。好，我们来跟馆长聊一下，因为我看馆长直播也很喜欢聊一些我们小时候年轻时候开始哈，骑地友开戏吧。馆长，你刚好盖过地友？有，我以前有地友，然后有 NSR， DT， DT， 然后旧的 Kawasaki， 哦对，有一阵子流行复古的，然后豪迈，豪迈，好，从摩托车再来车子呢，你人生中的第一台车是什么？刚好印象，奇美 K6， 哦 K6， 哦三门的 Coupe， 哦 Coupe， 啊 Coupe， 我讲，迄个时阵 Coupe 差不多1992年左右，新车一台78万，就分天窗没天窗，1500、1600。再来馆长，再来开过，换过什么车？E300，大小眼的那个，对，大小眼的那种，大小眼的那种。然后开过 X6， 那 X6 已经越来越近期了呢，我知。最早的第一代的，第一代的 X6。X6，你顶个阿公 Alin， 对 ，Alin 丰田一家，对。然后再来是就换野马，2013年的旧款的，旧款3700的，3700的，3600、3700，对，然后再换15的，2.3的。哇，你对野马就感情了，连换两台。就他在国外是一个人家大学生代步车啊，对啊。他在国外是一个70几万、80几万的车子，评价因为他评价的关系，对，所以他的改装套件很多。那你可以在网络上很多 YouTube 上面，他们只要卖改装料件，你给他按下去哦，然后他会接到他 YouTube， 然后他干嘛吧？因为美国人他不流行你进改装厂改，你买回来，然后他会说你贴哪里，你怎么说？他还会一步一步教你，所以他的改装套件卖得很便宜，什么导流啊，什么卡梦的套件内外啊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哦，玩野马在台湾
很少人玩嘛，那时候。然后，但是他的改装套件又让我回到了我们当年那个喜美那个时代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后期改装套件很多双 B 车或者越来越少了嘛，对吧、啊？不然就太贵。然后野马它的改装套件算便宜啊，对。然后玩的算比较早期在玩，那现在很 over 了啦。现在我看玩野马的人都哇，一台搞一两百万。可是坦白说，现在野马又有一点点退烧了，带玩就太多了。对。然后外汇也太多了。对。然后。改的也太多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很认真哎，他去 YouTube 看套件怎么 DIY。早期，早期啦，早期，因为我在开野马的时候才13年而已，然后14年的时候他就改版了嘛，他就15年就预售了，所以14年我算很早期就买到第一批了嘛。哦，对对对 对。那你那时候你野马开几年啊？在你手上？16年底。啊，你刚刚车本多少钱？还好，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，因为我不太会去赔车啦，我都顺顺的开啊，顶多有直路嘛，没车我踩一下，听它的声浪啊，我们不会去很激烈，不会有被狼敲，我不喜欢这样子的开车模式，这样子。野马之后就换 X6，还是新 X6，新 X6，然后也是改宽体哦，有我知道，整台都改得很夸张，整台改那台湾第一台，整台换套件。其实我觉得馆改100多万，对啊，我觉得馆长对车嘛是真有兴趣呢。就那时候啦，然后后来又换255外汇，哦，S55，然后也是把它拖去改沃德的套件，然后整台、哦、光那个 linking 就里程咋办？超过应该要三十几万、哦。对，我常常也听馆长在讲车，你会不会觉得车像是一个很像艺术品，还是车这种东西嘛，就是当你把它弄得与众不同、很漂亮的时候，我觉得啦，爱车的人在他身上占据一个很大的分量。他就好像芭比娃娃那种，然后装潢吧那种概念，然后很珍惜这个，应该就算。对啊。很多人现在玩公仔嘛，有人玩公仔，有人玩钢弹，女孩子买包包买什么，但是我觉得都不如玩车来的有趣啦，因为它会动，它有速度感，对，它要改的东西很多，但是。我想这样的乐趣可能未来应该是会没有，因为未来是走电动车。对，那像我们现在我在买的车，基本上你也不用买了，因为现在改装套件越来越少。现在就是你要特别很简单，就像保时捷嘛什么的嘛，你进去那上百样东西可以选啊，就勾一勾啊，你可以选啊，你可以选出最贵的，然后你出来就回家我爸爸就好了，你也不用去改外面的套件。像我那台750，我也选到1000多万。成年车价啦，所以它整个配起来的感觉就外面就没有，对，就是比较独一无二的啦，真的像是一个艺术品，就跟刚刚我看到馆长的场馆里面那个固定式器材，哇，这很漂亮，它那个皮椅我很想去闻看看味道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它那个皮椅是真正人家在做超跑的皮，我们是意大利的嘛，对，那我们回来台湾之后破损怎么办？我们还故意去找了一间台湾有在专门在做皮椅的人。然后如果维修，然后换了就要送去冰箱。哎，那个真的是像工艺品一样，它那个整个都是有设计感的东西，那不是只有一个器材而已哦。你买选工会给它器材你啊，因为你没有练自由重量，你刚刚去看我们自由重量区，你就知道那个很夸张，更夸有、那个、很夸张，我刚经过看是真的很夸张，蛮壮观的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。男孩子好像对于这种车啊，讲到车子，刚馆长有讲嘛，之后会改成电动车啊，燃料。馆长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有买过电动车吗？还没。我对电动车没有爱，所以我除非、哦、因为电动车它本身不是说它不好，我觉得它很好，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它的充电。那一般我们家里面没有充电桩，对，然后不然就是我们去外面，我们要出去的时候没有电怎么办？错塞，那这个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电车在台湾至少往后10年、20年要等、哦、发展不起来，要等、哦、一定要等到普及化。那在这个普及化的当中，是不是会有别种人员来取代它？这个都很难讲，因为一个工业的兴起，另外一个工业又会兴起。像我们，如果你在研究，你各位看到，你有看到有氢电，对啊，有水用做的，或是其他替代燃料啊，对啊。大家现在各车厂都在想办法、啊，对啊。只是大家都是现在最缺的就是特斯拉嘛，那其他车厂都在想办法去干掉对方。那其实这个是良性竞争，对我们消费者来讲，我觉得现在早买早享受啦，对啊。所以现在没有什么特点，我觉得电动车对我来说我没有爱。对，你看，难怪是同温层，讲的跟我讲的一样。我知道，我是在想说哈，我们就等嘛，让它垮、啊，对不？垮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真的充电桩可以普及，还是说它可以变得更便宜？哦，还是说车价变便宜以外，我们充电变得方便更快，哦，续航里程更长。咱家来买的话，那要紧。电动车如果它可以，就像 GoGo 龙啊，对啊，那它挂起来等于插进去来照啊，对，这样比较快。如果未来真的可怕，车子的可能比较大颗，可能要两颗。四颗，可是就是你付钱嘛，啊，对，有加油站人帮你服务插进去、啊，然后你付钱付费，一颗电池多少钱？然后把旧的电池给你，替换、啊。如果未来
可以做到这样，我们不用等待哦，这样就比加油就比较还快，哎，比加油。那这样当然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我缺能源的时候，我就去加油站嘛，换一下而已啊。我以后可能叫充电站，那可能就是去换了就走。那如果这样，当然电动车它一定会普及化，因为它毕竟也是个能源嘛。汽油毕竟它有它的不好的地方，对，就是它会这所谓的碳排放嘛，啊、对、啊不會不會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未来还是当然电动车啦，是一个走向，但是现在来说，我没有要没。没有办法接受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除了刚刚馆长讲以外是，我觉得车子我们从小到大，它就是要有一个引擎的声音，有一个 N 当共，你知道吗？对了。N 当共在我们的男孩子爱车的男孩子生命中占据了一个很大的地位。你看馆长改了那么多车，我跟你保证，每一台车一定都有换 N 当共，一定要换一下。Yeah.那个是一个肾上腺素，我就常在讲，有没有在跟女孩子相处的时候，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啊、哦，跟开车的时候是一样的。你若无那个声，你就感觉整组拢唔对而已。就以前呢、啊，现在当然就没有机会开，就没有想那么多。现在就是买车有点求舒适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无闲啊，你难得在车上，搞不好就是一个可以休息的时间啊，看看手机休息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哎，无闲噶，今天好，今天差不多，我们。真的很谢谢哈，今天谢谢馆长邀约，然后我们到被馆长操一下，香汗淋漓，非常的舒畅。哦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回家会很好睡，而且练完我会觉得说，我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练的话，我跟你讲，给我一年的时间，我就要追上馆长。可以的。好，谢谢馆长这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啊！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馆长的频道。好，我们就下面啊，馆长频道应该不用我们宣传，好不好？拜托馆粉们订一下我们的频道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又要干嘛了？哎、欸，我的礼物啊！以后在路上，大家看到这个 mark， 你可以放心，车上绝对没有球棒，只有一根肉棒。不是？哎，贴哪里啊？这里好不好？我刚，我刚比一下，我们要比玛莎拉蒂还要高。我们的人就是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就是像阿呆这一种穷人的思维啊，三百万的车怎么可以贴那边？我们就偏偏要贴那边。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虽然我没钱。真的不要了，我们贴别的地方了。那贴这里，这里比较高。不然贴哪啦？我看一下、啊。哎 ，QQ 下面。对。妈的，把我们的精神指标弄在边边角角，只有你这种没有向心力的人干得出来。其实有设计科的脑袋好不好？因为你粘上面就离尾灯太近了，就不好看。你要帮我看好没？这样子吗？好像，啊，这边好了。这个大家以后不要看到玛莎拉蒂就怕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看到白色玛莎拉蒂有黑人 mark， 有旧椅在上面，就可以知道确定车上没有球棒，只有 B 棒。好，搞定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小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问候过了，练完了。练完如何？脚抖，手也抖。虽然来之前就知道会是这样，但是还是要来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健身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用尽全力，嘶吼最后的力气发挥到极致以后，换来的是一阵舒畅，那感觉就跟什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舒畅感，我说尿尿尿完的那一种舒服感是一样的。会、哦哦、你笑那么淫荡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尿尿会啊，不然你会怎样？加芦笋。为什么你的手在抖？是我跟馆长练，你手抖什么？没有，应该是你在抖，不是我在抖。没有好不好？真的蛮硬的，不过还蛮开心的啦。看了那么久的直播，终于可以看到馆长本人。你想想看，一个 CEO 来教你一堂课，这个时间要多少钱？划算吧？我是觉得划算，好不好？好，练完是真的很累，黑烧水不错，蛮甜的。喝了以后跟馆长一样，玛丽加乳液。没有，看那个，并没有。